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乐影时光，我是小影。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《床下有人三》，这是一部一六年上映的国产电影，讲述的是女鬼复仇的故事。不过想来大家也都知道，国产鬼片向来都有几个弊病。 一惊一乍的，也没有讲述什么实质性的故事。豆瓣评分只有二点四分，也算是普遍国产恐怖片会得到的分数。电影的一开头，一个女孩从二手市场淘到了一张古董床，觉得自己淘到了宝，收拾收拾，决定要躺在这个床上睡觉了。这个时候，一个老太太突然出现。 告诉女孩，你就这么睡上去，可是会死人的。要是不想让这个床上的鬼缠上，就要准备点香烛、纸钱什么的。晚上，女孩躺在床上睡觉，一个穿着红色背心的男人突然出现在背后。可是等女孩转头一看，穿红背心的男人竟然消失了。女孩害怕的点起蜡烛，可是这时候床下突然伸出了一双手，把女孩拉到了床下。 画面一转，吴志浩和自己的老婆也收到了电影开头的那一张古董床。吴志浩还接收到了死去的前女友发来的讯息，他觉得是有人在恶作剧，所以删除了这个微信。一天晚上，家里突然停电了，这个时候漫天都飘着纸钱，他的前女友突然出现，把吴志浩夫妻。 还有小保姆都吓得差点尿了裤子，最后三个人更是一起晕了过去。第二天一觉醒来，小保姆就已经打包好行李，决定离开这里了。毕竟赚钱没有自己的命重要啊。紧接着，吴志浩就从老家请来了一个神婆，神婆对着床就开始一顿跳大神啊，最后还把床给烧掉了。本来以为事情会告一段落，可没想到他们还是太天真了。当天晚上，吴志浩从睡梦中醒来，模糊的看到有女人的手从床下伸了出来。 随后，男主便开始发神经，一直呼喊着前女友的名字。多亏了自己的妻子一巴掌把他打醒。第二天醒来，两个人商量，认为这闹鬼的事情可能是有人在捣鬼。于是，妻子叫来了一帮记者。记者一听说这边有新闻，便都赶了过来。到了晚上，所有的记者都埋伏在各个地方。等到吴志浩的前女友出现，记者们就开始疯狂的拍照。 这个女鬼没想到这么人多势众，竟然还一下子就吓得摔倒了。原来这个女鬼竟是吴志浩前女友的双胞胎妹妹，她一直认为自己的姐姐是被吴志浩害死的。可事实的真相是，吴志浩的前女友是因为得癌症而病死的。她的妹妹也终于知道了真相。到这里，电影就结束了。看完之后只想说，果然国产恐怖片里面是不会有鬼的。我是小影，更多精彩电影欢迎订阅《乐影时光》。